贝，数码宝贝，这是盲盒吧？对。那这三级头送盲盒，盲盒不是很贵吗？要送得起。因为我感觉他们挣钱都不是很好挣，盲盒这么贵。这盲盒可不可以开到那种十几万的那种限定款，然后卖钱？这就是那个，那个女孩子，那个戴帽子的女孩子的那个宠物，对吧？对，我记得飞帽杀，看能不能开到天使兽。拆完了直接给你，然后你把它装起来，这些盒子咱们不要了是吗？放一点浪漫的音乐啊，那个是美美吗？这就是天使兽吧？这天使兽小时候吧。天女哦，天女兽，对对对，天女兽最厉害的那个，对吧？好像是。哎，这里面还有一个耶，哦，它有个底座的，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。给丁点点仙人掌，哦不对，仙人掌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带刺儿的那个玩意儿，我不记得它名字，我只记得它的形态。哦，经典款，对，这个里面最牛的款是什么款？隐藏的。太久了，我真不记得了，我那都是小时候看的，我都好久没看过了，忘了，那个时候太小了。还好哎，这个不会开到一样的是吧？我还以为会开到一样的呢。给我把我那个颧骨大颧骨画出来了，真哦，这个才是那个飞帽子的啊、哦！我刚刚搞错了，这个才是飞帽子，还有个帽子。要拆完啦，最后一个，我想开到那个小不点儿，天使兽。天使兽，真的是天使兽，按摩机就很棒。